来了来了，我们又来坐船了，这一次还是一样三天两夜哟。今天咱们来开没有 balcony 的房间，只有窗口。房间是有一点点乱，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进来过了。窗口怎么会有一位美女在那边？咱们来瞧瞧吧。哇哦，美女哦！一人给我100块，我一人要给我50块。如果我没有赌的话，你说你刚才讲什么？这一次上来什么？要赌。如果赌嘞？赌就赌了。哇，喝酒哦，不错嘛。圣诞节快到咯，游轮上面已经布置圣诞的装饰，庆祝圣诞节咯。被对着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事。